主人吗？哦，他没死。哇，命那么大的吗？他走到我门口了。来喽来喽。完了，把门关上。来喽来喽。找个地方躲一下，有没有地方躲呀？箱子。哎，哎，哇，好爽！这个场景我喜欢。哇，密集恐惧症千万不要看呀！太爽了，爽爆了！不行，虚浮，瞎了，瞎浮。哎，我看着天上走。嗯，好，快进去啊！哎哎，不看了，走啊！有，嗯，有什么东西吗？嘿，你活的死的，动一下。Hello， 他动了。刚刚是他说的啊，无意冒犯，借过。快走！耶，过不去啊。那是不是走这边？这边走，快走。哟，左右，这里走不了。哦，又有箱子，小箱箱。死亡不是终点，那是什么声？哦，什么声音？到你了，快去！干什么？你躲啊！我就路过啊！别掐我啊！赶紧跑！你死了！你带着好路干什么？别来了，你往前走啊！退！啊！他还是不肯放过我，这又是哪？水潭，跳下去不会死吧？火熄灭了。往哪儿走啊？等一下，先看看这边。前面，这有个小平台。哎，前面那是不是门啊？看到没有，那黑的那个地方。不是门。不是门吗？哎。哎。哦，不是门。没有东西啊。只能往这边走了。有光亮，你可以，你可以永远相信光。对，打开它，下沉，沉哪去？我的身体平躺在水面，他们看到的是一具腐尸，我却仍保持着思想，我无法动弹，只能随波逐流。这里好冷，好疼，淡淡的血腥味，我摸着水质下沉。无人知晓我的位置，他们会无意间碰到，他们会感到异样的。我的肉体，被囚禁于此，很多失败者都在这片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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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生命止于此。啊？有水鬼，水里面死人了。哪里？不知道。那边有亮光哎，那边有亮光哎。哦。什么时候出现的？不知道。过来看看。哎，是要往下潜了吗？哟西，去，有水鬼，绝对100%有水鬼。快点，旱鸭子。啊，走了。呜呼。嗯，还有水费哎。喂，看前面。这是什么？水鬼的老巢。哎！真的？咱们又回到这了？啊？你还记得那个盔甲架吗？啊！随时欢迎回来，欢迎随时回来。是继续往这边走吗？等一下，看这门能不能打开？打不开，那就应该是继续往这边走。好，到你了。
什么到我了？刚刚是我冲的好吗？啊，怎么又是我？那我进去了。嗯，啊，好家伙，又回来了。还要继续往上爬吗？开饭喽！好，你去吧，我在这里等着你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扇门好像是我在敲钟之前他没打开吧？他自己开了吗？好的，加油。Hello。又来了，我真服了，这东西。哟，干什么？装神弄鬼的，想吓我？这个场景演出变数，看看，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，我告诉，长长的走廊，呜，快走！耶，等一下，有箱子。啊？你别掉下去了。这什么？空间逐渐扭曲了。这是吧，看不到什么。我站在铁轨中间，身躯正保持着奇怪扭曲的姿态，我能感受到关节的松动，疼痛弥漫我全身，我翻着白眼，嘴角不停留下的唾沫。除了脚下的铁路，我看不清周围的实景，只有天昏地暗，雾气中远处的亮光正朝我逼近。呜，哐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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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门开了。呀，这什么电梯？好像是。能开吗？ 打开等待电梯中。离它远一点，有高能的。这电梯可以来得快一点吗？你干什么站这么高？来了。过来过来，你走开！我过来！来，别了，董事长，董小姐，我走了。董事长暴毙了。这个电梯，你动啊，你动啊！他也不让你走了。你那边换。藏的进去了吗？快来！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来不了。我来了。我怎么进来了？我刚帮你传过。我怎么在电梯里面？来的呀，这边又有门。可以打开，走一起吧，先走一起。有箱子。快开箱子。这什么？垫脚石，可以放在铁块上，找铁块。找铁块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出去了？很有可能。我不想再被折磨了。我不想再被折磨了。右边呢？摸，这什么？织布机。小书架。铁块。等一下，还个地方咱们没去。让折磨来得更爽快一些吧。 Come on baby。 有个上吊的绳子，你去。你确定能走吗？你去，到你了。没有到我了呀。我什么叫到我了？刚刚一直是我不再往前冲好吗？你吊上去。 Hello， 吊上去了没？不行，我吊不上去，它绳太细了。是你腿太短了好吗？要不我拿这个垫脚石给你垫垫。快走。这就逃出去了吗？走喽。好家伙。先往这边。OK。有路吗？没有。要不别走这儿吧，就好黑啊，感觉看着挺危险的。又是分开的，右手法则。开，这你看到了什么？我来，沐月，好黑，沐月，我在你后面，你还踢皮我啊？
怎么了？来，干什么？他看，用他送门。来吧。嗯，嗯，嗯。通过脚步声判断你的位置。沙粒，什么东西？有脚步声吗？没有啊。你在哪呢？我隐身了，我看不见人，好黑啊。谁摸我屁股啊？我没摸，我怎么会摸你屁股呢？真的是。有走在方块的上的声音吗？没有啊。耶耶，干什么？嘿嘿。凯特，凯特，喵呵喵呵的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你又没交电费、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俩该不会被黑暗给吞噬了吧？嗯，呸。走走看。哦，他不是要走吧？我走不了呀，我也听不到自己脚步声啊。这根本就动不了，好吗？对啊。等一下，我把坐标打开。哦，能走，可以走。这要走哪？要找到沙莉的位置。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刚才一走后退，我就到这里来了。嗯，这是什么、你尝试过的厕所？好家伙！我的妈呀，你这上了多少次？上了64次吊，我操！这是你对精神上单方面的剥削，你没有可能逃过每次轮回。然后呢？还能上吊吗？再上一次。你人呢？我看不见你人呢。我不知道，先往前走看。哦，往下走了，又一扇门。嘿，哦，哦，哦，上吊的声，干什么？我要上去了吗？哦，怎么又来了？天哪，没逃出命运，没了，应该是没了吧？参观地图、啊、没了。哦，自杀地图我想起来了，它讲述的就是一个自杀者的一些经历历程，心理的经历历程。啊？这咱们开始的地方。地图咱们就不参观了吧，然后其他的结局，小伙伴们如果想知道的话，可以自己试玩一下这张地图，代入感非常强，我的天。对，也不是很恐怖啊。来吧来吧，咱们结束了吧。来，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